我答应你们，我们社团的人不会去掺和这种事。如果你们道高一尺，你们就捞走你们想要的人；如果他们魔高一丈，想要留住他们所要的人，如何？好，非常好。您的这个承诺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非常。您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代表团体处置他？啊，不不，这个事儿你不必插手，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卑职听候调遣。转餐期是个麻烦，我会安排他们父子见面，但我不希望转餐期出。是你，你个无耻的鼠辈，你不敢见侯伯的面，这个背后开黑枪。侯伯呢？侯伯呢？你的狼子野心我们早就知道了，我早就把侯伯他们全家安全转移到国外去了。留在这里本来是想好好跟你谈谈，让我们兄弟同心，这里还是我们的天下。你少他妈废话，你现在跟我谈兄弟同心，侯伯肯定早就把位置传给你了，要不然你会对他那么死心塌地？还跟我谈兄弟同心，你少来。你受别人的好处，侯伯早就知道了，兄弟不可立心，只有兄弟必须团结，才能保证社团的利益。让我们不要再提起这件事情了。我走之前知道你场面大，我花销也大，决定把金沙碎的地盘交给你来管理。
骗我，我不信。一定要挺住，八哥！一定要挺住啊，八哥！你挺不了多久了，你个王！陈哥，外面没人。阿虎，阿虎是你叫，叫虎哥。我告诉你，大北，如果你还要活着的话，你当然管他叫虎哥，因为我把你的地盘。还给他了，谢谢陈哥。阿虎，你别听他的，他连我都骗，他的话你信吗？陈哥还有什么吩咐啊？杀了他。回来了，怎么不希望我回来？吃了吗？我要离开一阵子，有任务。去哪里？不知道，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很难受。周老师，你骗过我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你呢？你骗过我吗？晴儿不会骗你的。好好照顾自己，等我回来。
我们已经跟你的儿子阮三七阮公子联系上了。不过怎么样？言出必行的，跟香港警方联系过了，他们在江边发现了一辆摩托车，但是车里没有人，他们现在正在寻找之中。我跟新闻也联系上了，开三的大人物去找了卞老，提出明天下午3点让卞老跟涛涛见面，如果到时候涛涛没有来，大人物可能就带卞老回台湾。那卞老怎么说？新闻说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卞老只有被迫答应，以免引起对方的怀疑。新闻说卞老对我们绝对信任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时间到了。卞老，这是令公子，
这是令尊大人。父亲，我来晚了。家里好吗？家里都好吗？好。小夫，阮父好吗？母亲她很好。你们吃苦吧。你出去，我跟我儿子说说话不行吗？难道为这点小事我还要惊动夫人吗？你出去。好，好，两位慢慢聊，我先出去。我们一定会接你回家的，你再等等，就快了。好，好。秦明寿，父亲刚才都跟我说了，谢谢你这么多年，一直照顾我父亲。我和我母亲会感谢你的。卞老师是我的恩师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谢谢。卞老师，啊，东西已经交给他了。好，怎么，有什么要想说的吗？老师，在这世界上，真的有阮父这人吗？有又怎么样？没有又怎么样？乱世啊，即使真有缘，也未必能够善终。过去啊，不信，现在看来，都是造化弄人呐。太匆忙了，我们布置不够周全，如果一击不中，再找机会就难了。而且卞老年老体弱，行动不便，这种情况下既有人，危险系数非常大。要不要把卞老调离医院，在路上动手，这样可能机会更大。对，我们可以以接父亲回到家中尽孝的名义把卞老接出来。虽然说我们和这个老爹没有真正面对面的接触过，但是其实彼此之间的意图那都是心知肚明的。现在最有利的是他们对林涛还没有产生怀疑，如果我们贸然提出接触卞老，那这个目的就太明显了，恐怕这一下连林涛都会被纳入到怀疑的对象。不过也有这种可能，这个老家伙给我们来一个将计就计，同意卞老出院，然后在半路给我们来一个反伏击。对于这个老东西我是了解的，他这次来香港不干出点什么，那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以说我们这次的斗争不仅仅是实力上的较量，更重要的还是智慧的斗争，所以要多动动脑子。既然敌人会来个将计就计，那咱们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再就计。将计就计再就计。喂 ，Hello， 啊，阮公子，啊，
尽管您要请令尊到您府上赴宴，我看呢，这个卞老的身体啊很虚弱，暂时啊不是。后面三辆都是我们的车，他们被夹在中间了。这一路上没有什么意外吗？没有什么可疑迹象，风平浪静。这共产党到底唱的是哪出？你好，你好，是吧？
丁老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喝点什么？哎，不要慌，大家不要慌。诸位，感谢大家的捧场。今天我用这种特殊方式请大家欢聚一堂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共同见证祝贺我们父子团聚。承蒙张德龙老先生一直以来对家父的照顾，并且亲自护送家父从台湾来到香港，精心安排我们父子相认重逢，所以我提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先生上台致辞。好，各位好，今天能看见他们骨肉相见，父子团聚，我觉得我做的是应该的，是值得的。我相信各位的心情跟我一样，感觉到欣慰，感觉到兴奋，对吧？啊！杨公子，这个是……哦，说到这个，张老先生，这正是我想告诉大家的。我能有今天，能和家父在这里骨肉重逢，这是我阮三七一辈子的大喜事。既然是喜事，就少不了节目助兴。今天我要当着诸位的面实现我多年的一个愿望，和我的父亲共同表演一个节目。杨公子，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啊？大变活人！哦，对了，我想请在座的两位先生能不能上台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节目？好，有请两位。把家父推进。现在对表，好，点名，按计划，我们跟着行动。
别了，我们接你回家。啊，好。这所房子，不要让他们跑掉。是。
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已经生命垂危的卞老百感交集，埋藏在他心底十年的愿望在这一刻终于如愿以偿。此时此刻，我们都被深深地感染了。休息，龙兴工程几十万字都在我脑子里呢，我休息了好我就醒不了了。现在老师别再说了好吗？我不能带着遗憾进坟墓，你去安排一下，去吧，去吧。林叔，因为我们工作的隐蔽性，所以只能在这设置一个简单的灵堂来祭奠涛涛。